美笑容活力舞姿，南韩 KBL 亚军水原 KD 殷素淡来台湾参加职篮交流赛，还带女团及韩职双栖啦啦队应援，四名成员中人气最高的是她。大家好，我是金娜，谢谢你们来。大秀中文，她叫金金儿 ，IG 超过200,000追踪，已经是第三次来台，不少粉丝为了她特地来签名会。另外，申喜熙在网络上也有100,000粉丝，还有金韩瑟、李金珠。韩国啦啦队来台总是带起旋风，被问到是否想来台湾发展，但话题敏感，他们面露尴尬，一阵讨论后决定不回答。但台湾粉丝的热情让他们印象深刻。세번째방문하는건데올때마다너무다친절하게대해주시고항상웃으면서대해주셔가지고대만에아주아주좋은기억만가지고있는상태입니다主办单位为造福粉丝卖出资格券，每组售价2500，一天限量80组，可以签名、近距离互动。有粉丝为了签名先花2500，到现场再花6000元买限量抱枕。我是那个台钢的球迷，但是我很喜欢那个他们 KT 巫师啦啦队，我喜欢金金儿，金金儿最棒，但是四个我都很喜欢。KT 殷素淡来台交手台湾两支职篮队伍，台北台星战神是 T1 联盟上季冠军，转战新联盟希望能再创佳绩，休季期间进行阵容补强，周六下午在主场检验成效，面对殷素淡凶悍防守，战神折损奥利佛、苏奕静两名球员，最终比数以69-78落败。隔天换福尔摩沙梦想家继续出战，球迷也有望看见蒋玉安、张宗宪等好手在场上的精彩表现。TVB 新闻王新堂五弟台北采访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